六年来啊，我们四大志愿呢，一直跟着上人的脚步，朝着上人的三个愿在努力，那就是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，愿这个世界无灾无难。七愿齐心，发地变，虔诚推素，降重症，法随基因，明心版，盘点生命有价值。祈愿灾疫战争早日消弭，人人如素，平安健康，恭祝上人法体安康，法轮常转，常住世间，无量寿佛。最近几天来都一直会听到啦，就好舒服哦，身体健康，日日欢喜啊，哪有可能呢？求是求不得啦，不求呢，反而时日好过，要求的确是很难过，所以看到了多少人呐，时日啊，在苦难中求平安，在饥饿中呢求保暖，要安怎穿会烧，要安怎吃会饱。要到多位会当安定落来，这样的人很多呀。为什么？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，不都是呢？众生共荣吗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？现在天下多少多少在不安中，在战争中难度日，到底炮弹呐、啊，它空中丢的，或者是呢在平地上的开枪开炮，人啊，在这样的生活中，瞬间啊，家破了，瞬间啊，人啊，从善啊，至亲至爱，生死为不知是生是死啊。或者是呢，在身边呐、啊，血淋淋的哭泣无力，这样的人，现在同这个时间，在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，就是这样的人间呐、啊。所以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？只能为活的人、逃难的人，我们都给予他们一份爱的能量。所以真正要用爱心，这样的人生啊，生活人人平安生活，就是人人呢、啊、就是最美好的生日。常常都说啊，我今仔日哇，就是今仔日的生日，今仔日哇，今仔日的生日，明仔载哇，也是明仔载的生日，我昨昏哇，也昨昏的生日，天天呐、啊，都是在过去的昨天，那天天都有可能呢。今天是我过世的来生的生日，总是呢
人生，还要担心什么？把握现在，活得有意义，盘点自己的生命，让自己安心，让世间平安，人人都有这样的平安安心，安心平安的人间生活，这都是我们人人见人啊，彼此合掌，感恩呐、啊，今天祝福啦、啊，人间人间平安，向人人祝福，因为人人在造福人间，才能人间平安。感恩早上我们的医护同仁们，他们跟着精舍的早课了，同时呢，他们也在送，真的很感恩呐、啊！大家共同一心啊，要为天下平安而祝福，守护了在第一线，期待呢我们的医疗体系啦，请大家都要呢提高警觉哈，防护的工作要做好。现在医疗如披战甲上阵，披肩甲上阵呐，所以呢，人人要自我保护，哎，防护衣、防护口罩等等等等，都要穿戴齐全，这呢，保护自己，感恩呐、啊。轮流日夜啦，日夕休息，守护在岗位，也感恩在台北啦，还有花莲，除了要守护医院以外，还要呢去防疫旅馆守护照顾哈。台北很感恩赵院长推速，很坚持在推速。哪怕在外面的这隔离的我们要照顾的，他也想尽方法要让他退出，总是呢要达出了那一分的虔诚的心，所以说要虔诚哦，挡不住看不到，没法躲，挡住了。现在看到我们的医院，虽然有那样挡不住看不到的，我们用人事用人啦、啊、做代志啦，有向他来表达出来，这叫做空中妙有啦。时间的过去是无声息的过去，那我们现在在这样的空间人事来表达现在的人事表达，总而言之呢，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能做得到、能预防得到。那因缘会合，我们总是呢要把握的因缘、顺的因缘。那在这样的时间空间，如何和和互协，把心合起来？我们信愿行，总是这样的生活。大家发挥爱心，用什么方法守护健康、守护爱，这才能社会平安、天下平安、人间祥和、无灾难，这都是说不完呐、啊，分秒。分秒都是呢，无离开阿弥的心量，感恩呐、啊，菩萨们呐、啊，爱的能量，唔是干呐。现在师父讲的，大家人听入去，爱做到，爱身体力行，唔是干呐讲尽量呐、啊，这真正的要自我身体力行，安尼才有力量呐、啊，
啊，那无呢？敢那用催化的啦？知啦，知啦。啊，你有做到无？尽量啦，我的心啊就会凉了半载。无法度呢，真的很完整的放心，总是呢要期待、等待了人人能发挥很齐全呐、爱护众生的心，齐全，这都是呢期待人人，我们要用心哦，那体会天心呐、要体会菩萨心呐、人人呐、建立了自己内心的天良，还要呢要鼓励自己呢日日行菩萨道，与佛菩萨同在，爱护天下众生。